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山。最近的训练营也刷新了5种特种兵技能，而在早期的版本中，有人说训练营的风车上有学弟吉利服。当时验证这个答案，我可费尽了不少力气啊，直至今日让我终身难忘。你瞧，我还留着这个视频呢。当时的游戏还叫刺激战场，如今已经过去1年之久了，想想时间过得可真快啊。那么这次挑战也是完成一下我最初的梦想，我们利用机动兵爬上这5个最高的大风车，一是为了看看有没有学弟吉利服，二是为了这次的挑战。此次挑战我邀请黑豆进行比赛，看谁先爬完这5个大风车。第一个风车，由于抓钩达不到距离，我们可以利用喷气的方式跳上去。完成第一关，你瞧，黑豆在第一关就被难住了。第二个较为简单，站到最高处直接使用抓钩就可以了。第三个稍微有一点难度，我们需要用到2次喷气，第一次跳跃的时候，第二次攀爬的时候。来看一下我成功的镜头。第四个呢也很简单，废话不多说，直接观看。轮到第五个，我脑中犯迷糊了，在原地傻傻的跳，却忘记了旁边还有一个信号塔。此时黑豆也来到了第五个，我们一同爬上了信号塔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时隔1年的秘密终于浮出水面，风车上并没有吉利服呀。从游戏开始的时候计算，我用了8分40秒爬上了这5个风车。那么小伙伴们，你们最少能用几分钟完成这项挑战呢？大家快去游戏中试一试吧。